上海市佛教协会1990年印刷的《无量寿经汇集本·劝喻策进》第33品中，在有所贿赂一句经文后，添增了“经世恨意，未向正极”八个字。请问这种做法应该怎样看待？这个做法，黄念祖老居士这个《无量寿经注解》里头有详细的说明，啊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啊。从长远来讲呢，后世的佛弟子在弘扬流通印刷此经时，应本着什么样的态度和原则，才能使这部经更好的利益广大众生？你这个想法非常正确，这是佛的想法，啊，这两句话加进去的时候，这个经的意思更明显、更明白，就是你讲的利益广大众生。那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有所取舍了。啊，那么这两句也是这个《无量寿经》原译本的经文。啊，既然是原译本的经文，写这个下老没有加上去，你能把它补上去也可以。啊，这个不是你补的，这是古大德所补进去的。